在找你，在找我，在找我私房。老友炒粉，微辣打包，哦，你们在这里粉。哦。拍视频吗？哦，对，拍视频，拍个小视频。是什么，帅哥美女？用什么炒粉？哦、过来吧，炒粉炒面。打包还有，不辣不？吃不完还可以包鸡呢。这鸡蛋放冰箱了，吃不完的话，因为它新鲜的，很快就那个的了。新鲜那就不怕，可以放几天没有？放冰箱的话，就大概可以放三四天。
切小一点，切大一点，都行。所有椰子都要经过海南那边进来，不过这个不是海南的椰子，这是哪里的？这个是印尼的。原来是最这个果最漂亮的是越南的，但是越南的过不来，它那边疫情太厉害，过我们那边的话关卡太多，它很难进来。从那边进口这个的话是。比较好吃还是怎么样？是比较好吃。这个吃肉的椰子是他那里最好啊，但是他那里就是说疫情爆发之后就很难拿到他的果进来。趁有洗有就懒吗？啊？你要辣吗？都要。这种叫什么的？这种香辣的。啊，我说这个小虾饼。虾饼。这个很好吃的。这是哪里特色？啊，这是佛板。你是佛板人？对。你可以慢慢吃。